如果 Freddie 要给 Gordon 直接在他家也可以，他需要找一个理由退钱，所以给他面子也是好的。柯基奇他说，大家最后一次来解决台湾的问题是好的，既然你昨天有早上打电话给 Gordon， 不是我早上打电话给 Gordon， 是 Gordon 打电话给我，其实想要大家对面的想法，三个一起见面也是塑造一个团结台湾的意向，如果可以的话找一个场合，但是是公开的大家见面谈。还是他很客气哦，请叫我说还是你只想要我和你两个先谈，或是比较主张，他说他比较主张三个一起谈。如果要见面的话，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好好的谈一谈，不管结果如何，对自己内心也有交代。时间今天早上，地点公开的地点就可以，不是秘密见面。下一句话是，如果 Grady 要给 Gordon 直接在他家也可以，不然找一个饭店都可以，我需要找一个理由退钱，他需要找一个理由退钱，所以他自己勾懂事的啊。我再重念一次哈，如果 Freddie 要给勾懂，直接在他家也可以，不然就找一个饭店都可以，他需要找一个理由退钱，所以给他面子也是好的。但是太多人在看，所以要秘密见面困难，所以干脆公开见面，不要私下来。我要跟侯市长讲，虽然我是同意的。如果 Freddie 要给 Gordon 直接在他家也可以，他需要找一个理由退钱，所以给他面子也是好的。但是把私人之间的简讯拿出来念稿，通常这个是免嘴跟侧翼在做的事，我们总统要做的事。但是没有这么同意啊！好，你不要打断，好不好？我要跟侯市长讲，虽然我是同意的，但是把私人之间的简讯拿出来念，通常这个是免嘴跟侧翼在做的事，我们总统要做的事。我同意，没有错。对，你也可以不同意啊。我不同意啊，但是你也可以不同意啊。好，你不要打断，好不好？第一点哦，那三份参考民调是每一份都是真实的，可以经得起所有的考验。我向朱主席致歉，用污蔑的方式绝对不是我们今天愿意见到的。谢谢大家。好，我向朱主席致歉。我真心的不希望蓝白再执着在民调的争议上，就如同郭董也不会去要求朱主席说检视五月份的十几份民调。所以这真的再吵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们真心希望从今天开始翻下心的，千万不要误五月份的民调。那三份参考民调是每一份都是真实的，可以经得起所有的考验。我向朱主席致歉，用污蔑的方式绝对不是我们今天愿意见到的。谢谢大家。好，我向朱主席致歉。应该是四月份的当份民调和五月份的民调，对不起，这个不会有结果的。好，那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郭董也不会去要求朱主席说检视五月份的十几份民调，所以这真的再吵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那三份参考民调是每一份都是真实的，对不起，可以经得起所有的考验。我向朱主席致歉，用污蔑的方式绝对不是我们今天愿意见到的。好，我向朱主席致歉。想的不是政党轮替，你今天想的只是如何趁这个机会再扩张政党的利益。难道你不晓得今天胜选最高指的是什么吗？也许柯主席的压力比我大，因为他的家人给他很大很大的一个压力。没有所谓的让六八，用这种人格侮辱，我完全不能接受。没有所谓的让六八。我说今天这种早晨战我太贵了。既然有更强的组合，为什么不用更强的组合去选？所以你今天想的不是政党轮替，你
你今天想的只是如何趁这个机会再扩张政党的利益，或者是个人的利益？难道你不晓得今天胜选最高数额是什么吗？接受柯主席的前民调，那柯主席同时自己也同意，要误差范围就是平手来看待和柯配，这些都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我这一辈子最重视的是诚信，人一定要有信用才可以立，尤其国家的一个领导人做事情跟你的谈判说好就好，说签了就是要负责任，这是一个谈判的一个态度。柯主席绝对不是到郭台铭董事家长家里去恶补统计学，柯主席不需要恶补统计学，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我今天还是回到一句话，既然是团队就互相相信互相团结，大家一起共同面对，共同带着力量往前走。虽然过去有一些大家互相之间也许在讲话上或是在过程上有一些枝枝节节，我们都放下。也许柯主席的压力比我大，因为他的家人给他很大很大的一个压力，我也可以理解。所以我还是期盼再大的压力就像侯友一样，我都是面对，没有所谓的让六八，这一点我一定要讲清楚。用这种人格侮辱我完全不能接受，没有所谓的让六八，也没有所谓的谁让谁，这一点我一定要诚恳。人可以失去一切，绝对不可以失去人格，这是我的底线。今天老实讲，我们要探讨这台湾未来到底要怎么变化。我觉得今天这种掌声这样不太对。我想有各种接触过的媒体也知道，我如果讲话像当主大，但是我想一想，算了，这种话讲出来又怎么样？就如同我前所欲言，我不希望是个无缘的结局，在感恩节当天，但很不幸的，好像是无缘的结局，可它还是发生了。也许这是中华民国的命运吧。如同我前所欲言，我不希望是个无缘的结局，在感恩节当天，但很不幸的，好像是无缘的结局，因为我没有参加，是不是？因为统计学课还没上完。第二，我看到无缘的结局，不是 happy ending， 这是我事先预料到的，所以我一直避免近日发生，可它还是发生了。也许这是中华民国的命运吧，因为这是命运的安排。但感恩节这一天不应该是这种命运的安排。我个人很难接受。其实今天应该是一个很严肃的日子，你知道吗？我是带着诚意来，你知道吗？我也希望说，再能够整合出一组最强的候选人，因为毕竟我们政党轮替还是很多人的期待，所以我从头到尾的逻辑都一样，应该用最强的组合去打赢这场选战。那。不过今天不管结局怎么样，我们还是寻求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一定会完成政党轮替。那马英九已经破局了吗？对对，黄俊杰之后有没有？你不要不及格，所以安我不及格，所以科比科比怎么是及格？你那没有及格啊？这边有结果了吗？谢谢大家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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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谢谢哈，谢谢。6点半时间到，还好，那你没有公开好，那边有结果了吗？加拿大已经破局了吗？对对，黄俊杰之后我没有，你不要卖，不及格，所以安蒙我不及格，所以科比科比怎么是及格？你那不要胡了啊！吴董会对结果感到很难过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又没在场。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上，等一下还是会坚持全民调吗？上，会觉得是去一场鸿门宴吗？谢谢大家，现在郭半说市长你误会了，不希望马总统去。谢谢大家，来小心，我们小心好不好？谢谢。谢谢大家，好，来小心，后面麻烦一下，来我们小心啊，来我们左边，好，我们再往后退。上，现在是从容赴义吗？谢谢，谢谢大家哈，我们录了，谢谢。没有录了啦，谢谢我们大家，我们等一下开记者会，等一下开记者会，不好意思啊，谢谢。各位好朋友，我们现场抵达会场的是我们的马总统，还有我们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市长及中国国民党朱立伦主席。开大门走大路，没有任何密室协商的空间。好，大概要连多久啊？坚持的基调是。也向所有的我们现场媒体来表示。好，现在有人在闹场。既然愿意办这个公开的会谈，就要公开的参与，没有所谓谁能够发言，谁不能发言。李超最近政论节目上的不够多，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场合，今天不是政论节目的豆子，在台上的马前总统、侯市长跟朱主席，因为您的发言觉得相当的尴尬。重要的一个基调就是要公开透明、公开会面。以上跟大家报告，目前已经讲了20分钟。好，谢谢国民党参与的李涛，那请李涛准备出座休息一下。那个现场伙伴，麻烦把麦克风收起来好吗？我觉得今天是郭董委托柯主席科办地的，既然是公开的会谈，公开的姿态。就是大家能够好好的一起讨论，而不是今天场地是的，我们在居乐饭店，大家是公开的参与。既然愿意办这个公开的会谈，就要公开的参与，没有所谓谁能够发言，谁不能发言。如果现场所有的媒体在现场，都是因为郭董事长能够指定谁发言、谁不发言，都不符合过去我们对于整个公共会谈、公共利益的一个原则。所以基本上呢，任何的一个我们的代表参与者要做发言，应该要予以尊重。谢谢。李涛最近政论节目上的不够多，
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场合，今天不是正面节目的豆子，因为很重要，所以我们也请黄世修发言人能够尊重所有与会参与者的权益，谢谢。好的，谢谢林涛先生，请尊重会场的秩序。今天在台上的马前总统、侯市长跟朱主席，因为您的发言觉得相当的尴尬，所以请林涛还是先休息一下。今天在25楼的会谈，我们有摄影和设备，我们会配合侯市长的要求，全程的透明公开。